堅持到呢一集，因為真係唔容易。首先你要嘥時間啦，首先你要付出你嘅汗水啦。咁所以我真係好 appreciate 你哋肯同我一齊去為自己身形努力。咁我諗咧呢30日嘅 challenge 咧，你除咗會發覺咧係一個真係練腹肌之外啦，其實咧我都係想大家養成一個運動嘅習慣。咁至於咧，好多人問一個問題，究竟嚟 period 應唔應該做呢？咁第一二集我覺得好簡單，大家可以照做，因為一個月啫嘛。咁但係如果去到第三四集，其實會比較難，比較 advanced 嘅話咧，我就覺得大家可以停一停，停兩日。咁我今日唔講咁多嘢啦，因為知道大家好心急想做今集嘅 workout 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唔係只一個人做嘅。咁我今日咧係有多位朋友同我一起做的，而這位朋友是曾經同我一起努力過的。好，我們現在請他出來。沒錯啦，就是 Grace 啊。Yeah, 你知不知道我做過你第二個星期，跟住我已經就是喘氣喘不過，跟住諗住唉膽粗了，可唔可以 join 你第四個星期呢？但今天已經有啲怯啦，開始。No, Grace 是不太謙虛了，因為佢你知道打雷啦，咁同埋咧，我見佢條腰嘅係真係 OK 嘅，咁我生完仔我驚過佢。要加油！係啊，佢哋而家開始鼓噪。好啦，做味啊咁樣。好啦，我哋而家開始啦。Let's go！ Yes。咁我哋而家咧就可以開始啦 ，Grace。準備好未？我都係講佢死就死吧。OK， 好。咁首先將我哋嘅前臂咧放喺地下度。係啦，咁我同我哋膊頭咧係成一直線嘅。今日我會講解得清楚啲啊。我跟住咧升起一對腳。OK， 好。咁一對腳咧，我哋咧會去我哋嘅右邊，跟住咧我哋打一個半圓去左邊。咁樣維持一下，咁我哋咧會開始做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very good， 呢個 warm up 係咪好舒服？嚇 ，warm up 嚟㗎，係啦。就瞓平咯喎，咁我哋咧都有第二個咧 warm up 我哋成個腹部嘅動作。咁首先咧將我啲手伸直，係啦，然後向上拉起個人。OK， 拉起嘅時候盡量將我哋大髀啊、我哋嘅小腿 press down 落地下，然後落翻。係啦，再一次吸氣上，向上手落翻嚟，吸氣上咁樣維持一下。OK， 好，咁我哋會做十下，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OK， 跟住咧，我哋第三個動作啦，我哋今日係冇乜休息時間嘅，係仲壓。除咗我講解，我哋將一對腳咧升起90度，跟住我哋雙手咧係喺我哋身嘅側邊，跟住咧我哋將我哋嘅右手掂喺我哋嘅左邊腳外方位置，好拉翻落嚟，好轉手將我哋嘅左邊掂我哋右邊嘅腳外邊。OK， 咁我哋要做20下嘅，好啊，一、二、三。四，收緊我哋條腰，五，六，七，八，九，十，加油，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20 hold 住上面，拉上我哋一對手，係啦，好想掂我哋嘅腳嘅。hold 到20個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拉起，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20。OK， 將我哋嘅上身放喺地下度，然後將我哋一對手咧撳曬喺地下度。好，跟住望住我咯喎，將我哋嘅腳咧拉落去，中間打個蝴蝶結，落翻去一個八字嘅，好拉翻上嚟，好去我哋右邊圓嘅 ，OK， 咁我哋會做20下開始，一、二、三，條腰撳實落地下 ，OK， 四、五、
六、七、八、九、十，升高少少，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收紧条腰，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OK， hold 住九十度先，慢慢拉落去六十度，呢个系我哋每次例牌必做噶啦 ，hold 住十个呼吸，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三十度 ，hold 实条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就系贴到地下嘅 ，hold 多十秒，十、九，揿实条腰落去，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升翻起一对脚。跟住我哋慢慢下坐翻喺度。好，好叻喎。OK， 跟住我哋将我哋一对脚伸翻直线。OK， 好，然后咧，我哋将我哋上身咧慢慢斜向后嘅，斜向后之后咧，我哋 hold 住喺度。首先 hold 住十个呼吸，伸直背脊，将膊头向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将我哋嘅手扣住，系啦，打开手，慢慢拉过去我哋嘅右边，然后转过左边，慢嘅，好慢，好慢，好慢嘅 twisting。OK， 我哋会做十下，开始，一 ，control 你个 S， 二 ，OK， 三，拉翻过去，点解我大髀烧紧嘅？都会有。五 ，OK， 因為咧你嘅 abs 唔夠力，用咗你只腳嘅力，咁所以就嘗試用多啲嘅 abs 係啦。七，我唔記得自己數去邊。八，差唔多啦。九，十 ，OK， 拉翻上嚟，繼續嘅，將我哋人拉翻向後。好，再落多啲咯喎，落多啲咯喎 ，hold 住喺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打开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哦，哈，你好劲啊！你仲系数到噶，数下子。OK， 跟住咧，我哋将我哋嘅脚咧打开佢，我哋手咧都系打开佢嘅，系啦。好，跟住咧，做住我哋系慢慢将我哋嘅右手掂我哋嘅右脚。OK， 拉翻大，住。嗱，呢個你又會用咗個大髀嚟試下用個腹，一、二，慢慢嚟，三、四、五，轉身，六、七、八、九、十，停。OK， 將我哋嘅腳咧係伸落去地下，膝頭骨喺上面嘅，然後咧將我哋嘅上身放落去地下，將我哋嘅手咧包住我哋頭，然後咧慢慢將我哋上身捲起。就係咁啫，呢個係訓練我哋上腹位置嘅。OK， 好，我哋會做二十下，開始，一、二，上嚟嘅時候呼氣，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再撥，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哦。OK， 好，跟住之後咧，將我哋嘅雙手咧向前咯喎。好，咁我哋一樣啦，會去我哋嘅前面拉起，同頭先嗰一樣嘅。咁，我哋咧會做攞十下嘅，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拉翻落嚟 ，OK， 跟住之後咧，我哋要做嘅嘢咧係將我哋嘅手同我哋嘅腳咧打開佢，係啦，打開佢。Oops， sorry， 唔緊要，我掂住你嚇。OK， 跟住之後咧，我哋咧將我哋嘅手咧同我哋嘅腳咧要掂埋一齊喎，同頭先一樣。OK， 咁呢個咧你大髀就唔會攰噶啦。OK， 好，慢慢拉上嚟，我哋咧會做二十下嘅。開始，左邊掂右邊，落翻嚟，右邊掂左邊，落翻嚟咁嘅位置下。OK， 開始，一、二。三、四、五、
19 20，好，跟住咧，我哋咧會坐翻上嚟少少，然後咧放翻我哋嘅前臂喺個地下度啦，跟住咧升起一對腳去我哋右邊中間落翻去上嚟，左邊中間落去上翻嚟 ，OK， 好，我哋做10下，開始，一、二、三、四、五。右手同我哋右腳，拉翻開 ，OK， 做10下嘅啫，開始，一。
己 OK 嘅。跟住而家係練緊個側腹嘅，好慢慢咧，將我哋嘅左腳膝頭哥同埋我哋左邊嘅手踭墊埋一齊。好 ，OK， 好，拉翻開，墊埋一齊，拉翻開 ，OK， 做十下開始，一、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暈咗，唉，我都暈咗，唉，我手係冇力。好，我哋未完噶嚇，我哋仲未完嘅 ，OK， 我哋仲有最後一節，最後一節嘅啫 ，OK， 好，最後一次我就放過大家啦。好，慢慢瞓翻低喺我哋嘅正上面 ，OK， 好，跟住之後咧，我哋咧會做一個咧，將我哋嘅上身啦慢慢拉起，腳都係嘅。記住我哋嘅膊頭咧離開地下，個頭都係離開地下嘅。跟住之後咧，慢慢將我哋嘅腳咧，好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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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我哋搖腰撳實喺地下度拉落去嘅時候，喺我哋就係點個地下上翻你三十度落翻去，上翻去咁樣。OK， 好，我哋做十下開始，一、二、三，撳實個可以搖腰，四、五、六、七。八、九、十，喺度做一個交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拉翻上嚟，係咪完啦？係啊！哇，我都唔得啊！人頭先有一拍我都真係暈咯，哇！原來個上身都要～去符合到自己的體重。啊，其實剛才 Grace 是做了一個好示範，今天她在這裡，所以我知道大家會有什麼問題。因為有時候你不收緊腰，或者你的腹部不夠力，你會用了其他地方，是一個共幹原理。當我們一個地方 weak， 我們一定會用其他地方，例如手臂啊、大髀啊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 train up 個 core， 令到它是有力去 hold 住我們整個人。同埋我 feel 到我的背脊都不是很夠力，所以你話個背脊要撳實個地咧，我已經 feel 到是頂上嚟。同埋有時候我哋會發覺其實 hold 嘅動作比起要喐嘅動作更難。發覺到一樣好得意嘅就係，當我哋之前已經有三個禮拜一路做緊嘅，其實是勁咗嘅我的 core。即是比起之前，即是比起上兩個禮拜，比起第一集的時候，是啊，咁所以其實是一定會有個 improvement 嘅。我真係好多感受，咁啊多謝今日做我嘅聆聽者 Grace， 係啦，我成日見到你 IG 都有喺度，即係答翻人啲問題都好啊，其實我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同埋今次我係冇諗過原來要咁嘥時間嘅，但我覺得係值得嘅，因為我真係見到好多人好努力啦。咁但係我想大家知道，其實呢三十日嘅 challenge 唔只係大家去做一個腹部嘅運動，其實咧你覺唔覺得你同你朋友之間啦，同你老公啦，同你嘅仔女啦，或者同你爸爸媽媽係多咗個溝通啦？你今日做咗未？即係有好多人同我講，我多謝你令到我同我身邊嘅人咧係即係大家有一個係共同要做嘅嘢咁咯。咁同埋我覺得都係一個養成運動嘅習慣。其實有好多人成日都話啊，做運動真係好嘥時間，我真係冇時間做運動。但其實我想同大家講，透過你慢慢一日一日幾分鐘幾分鐘加上去加上，其實你就係做緊運動嘅。然後你會慢慢去增強你的能力的時候，你就可以出去做其他的 exercise， 好似 Grace 就會容易很多。係啊，咁所以我希望是喺屋企帶你哋行出屋企。我是屋企的導師，但是希望你哋之後可以做更加多的運動咯。係啊，同埋我覺得真的感情好了很多嘅，即如果可以跟身邊的人做運動咧， yeah. 因為你是身心靈。你都是 stronger， 係啊，同埋 more healthy， 所以係啊，好正啊！希望啊，我覺得咧，我要做翻第三個星期先。我諗住我係都即係俾個運動量已經都高㗎啦。唔係，因為其實 Grace 嚟講，佢已經算係我諗係經常做運動嘅人啦，所以係啊，你都係啊，我個腰已經頂唔順，同埋我要練翻呢啲位咯。今次雖然係 core 嘅一個 workout， 但係其實我哋都可以訓練到我哋全身。咁所以大家努力啊，知唔知啊？加油啊！好啦，我下次再諗下有啲乜嘢嚟，係啦，同大家去 challenge。OK，、好啦，多謝你今日。Thank you, Coffee。拜拜。